喜欢吃什么辣就拿什么辣。把这个你去挑战一下。欧胡辣，你感受一下。我们米粉还是四包米粉，我为了意思，我直接扛了两箱炒米粉来嘛，让别人从乌鲁木齐送上来两箱炒米粉。可以加盆是不是？我们俩比赛一下。赛一下是吧？谁赢了一件瓜奖励。可以，我给你两件。太辣了吗？这个还可以。这个是微辣和爆辣两个掺在一块的。好吃，咬不碎。从哪里抓的？辣度应该只适合这个不辣的。南方的辣度基本上不辣，甜辣的，就是那种辣。兄弟有没有对象？我的。怪不得呢，你在新疆。等他有对象了，他就你就能吃辣了，对啊，真的。